番薯其丰富的纤维可以减慢血糖上升的幅度，亦能帮助排便，改善肠胃的健康。番薯中的膳食纤维是同等分量的白米的十倍来的。栗子含有多种的矿物质，当中钾的含量是苹果的四倍，有助促进血液排出多余的钠，可以稳定血压的。红萝卜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及叶酸，还有钙质、胡萝卜素、食物纤维等，不但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，而且可以改善眼睛的疲劳、贫血等的现象的。猪骨头，骨头汤中含有好多的胶原蛋白，有增强人体制造血球的能力的。我是越煮越好，大家好，片头都见到我去买番薯啊、栗子啊同埋红萝卜啦。嗱，呢啲材料咧就最啱煲汤噶啦。嗱，又可以延年益寿，又清又好饮。今次我仲加咗一嚿雪耳落去煲汤添，又买咗一磅嘅煲汤骨啦。哇，呢啲煲汤骨我已经出咗水噶啦。咁啖汤咧就甜好多噶吓，雪耳咧就要首先要浸一浸佢先嘅吓，浸透佢先。好啦，咁我马上呢就同大家分享番薯栗子汤啦。我将所有材料都处理好晒啦，其实真係好开心嘅。好多留言呢都赞我嘅，话我啲片呢真真正正係简单嘅，同埋冇咁闷嘅。咁坦白讲啦，我都係尽量就係将条片尽快，即係唔好咁长囉。譬如呢啲红萝卜批皮呀、番薯呢三个批皮批好鬼耐㗎，洗干净呀、浸呢啲颈骨呀、已经飞水啦，咁呢啲时间呢都成半粒钟。如果摆埋落条片度呢，咁话俾大家听啦，条片真係80分钟都唔知得唔得，所以呢好闷嘅。咁所以呢我尽量简化啦。如果大家想睇我批皮嘅，咁就出声啦，咁我慢慢批，慢慢呢度吹牛啦。咁嗱，咁样讲嘅，哇嗱，呢啲汤水好简单。嗱，我点解要买到两磅多啲骨呢？咁我贪佢可以飲煲多啲啊，所以我今日咧都用個八星煲嚟煲啦。嗱咁啊，呢個水喉啊，喺淘寶拍個片咧，那個綠對膠手套嗰條片咧，喂11蚊的確好用啊。嗱咁啊，轉佢，嗱呢個係濾水器3mm 嘅，又有片睇。咁而家用啲濾水器啦，嗱乜嘢料都掉曬落去啦。紅蘿蔔啊，一斤多啲啦，5個幾。咁另外栗子我買20蚊啫，28蚊磅。咁喂，落多啲料落去，呢、這個湯好好飲嘅。咁另外呢，雪耳我攞一隻得啦，咁個心就要切咗嘅，浸軟咗切咗個心啦。咁呢啲你可以搣開佢啦，唔好搣得太細嚿嘅，因為佢煲呢都會溶嘅。番薯呢，呢啲橙番薯好啦，唔緊要嘅，切開佢批咗皮。嗱，譬如有呢啲咁嘅少少，呢啲唔緊要㗎，因為你最緊要批咗佢啲污糟嘅啫。如果你呢啲都批曬呢，個番薯少好多㗎啦，切開佢掉落去啦。嗱，呢啲豬骨係頸骨嚟嘅，都唔係肥嘅。咁頭先講咗啦，要有少少油脂咧，對於身體嘅皮膚線好噶，你要理解咯。好多時啲女性，哇，一啲肥都唔沾染嘅，其實睇落去啲皮膚唔靚噶嚇，少少係需要嘅，落埋落去。嗱，呢個湯咧，因為有栗子同埋花薯嘅關係咧，其實係好甜噶啦，所以咧蜜枣啊嗰啲我都唔落噶，唔需要落噶，係一個好甜嘅湯，同埋有咁多肉咧。就 OK 啦，如果真係唔鍾意飲肉嘅呢，記得就落呢個腰果落去就得啦。好啦，嗱，呢個八星煲我要煲佢耐啲嘅，咁就落7星水啊，連埋啲料。好，過嚟煲湯。哇，材料同埋水呢加埋總共7公升啊。咁如果大家冇咁大個煲呢，將啲料減啲啦。咁我因為呢煲多少少嘅。咁好，而家首先呢就大火煲滾先。嗱，大火已經煲滾起咗啦，嗱，煲滾咗之後咧，我哋要收翻一個中細火嚇，係啦，依個火咁樣煲佢個半鐘頭，因為有骨嘅關係，如果用腰果咧煲1個鐘啦，咁因為咁樣先出到味啊，要煲個半鐘啊嚇。好，煲咗個半鐘頭之後咧，我就建議大家咧唔好打開蓋，焗佢1個鐘頭以上。2個鐘頭都唔緊要，嗰啲味咧就特別濃郁噶嚇。我煲湯就係咁啦嚇。好啦，咁啊煲好咗之後，焗佢1-2個鐘頭就再同大家飲湯。好啦好啦，嗱呢一個番薯栗子湯啦，咁就已經煲咗1.5個鐘頭，同埋焗咗2個鐘頭啦嚇。
咁你睇下，哇！而家翻嚟啦，又打翻热佢啦。喂，你睇下几香啲汤，同埋咧一啲都唔肥腻。我落咗成两磅猪骨落去吓，呢啲颈骨。好啦，倒一倒个汤俾大家睇下先啦。OK， 哇，小心啲。哇，好清啊！哇，啲鳕鱼几正。好，等我夹咗啲渣出嚟先吓。好，等我夹晒啲渣出嚟，再同大家讲。哇！啲料筆好晒啦，哇，几犀利喎！喂，几多喎？你睇下呢啲猪骨啦吓，猪颈骨，喂，都全部可以食翻晒嘅。嗱，其实番薯煲汤咧就好普通一件事，但系好少人咁样煲嘅。嗱，呢一个健脾益胃养肺补肾嘅汤水咧，呢啲时间就最啱啦吓。喂，栗子我买够佢20蚊。咁28蚊磅，喂，好多都已經煲到溶溶爛爛㗎啦，有幾粒喺度擺面啦，嗱，落一隻雪耳啫，就已經好好㗎啦，好潤嘅啲雪耳，如果你鍾意嘅就可以落多隻啦，紅蘿蔔一個㗎咋，你以為我好多啊？其實你睇下咁樣切就得啦，三隻番薯仔，喂，仲有好多湯啊，睇唔睇到啊？仲有好多湯，咁變咗呢就係、是、哇，呢、這個慢慢飲啦，呢、這個真係啊！好滋润啦！嗱，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试下呢个汤啊！呢、这个时间就最好噶啦，好甜噶！呢、这个番薯加埋栗子煲出嚟嘅汤咧，蜜枣都唔使落嘅。希望大家有机会试下我呢一个咁简单嘅养肺益胃汤啦吓！啊，多谢晒啦！如果大家都觉得好睇，请多啲帮我分享俾其他朋友睇啦！多谢大家订阅，越煮越好。萝卜糕甚至乎芋头糕得嘅，嗱，其实你自己做又好，买翻嚟做又好啦吓，买即系人哋送俾你都好啦。而家就揸烂佢，嗱，逐个摆落去，等佢煎一煎脆个底先，呢、这个好紧要啦。嗱，如果唔系咧，都系好快散噶吓，因为佢只有虾肉同埋萝卜糕嘅啫嘛，就位啦自己，系啦。系啦，好啦，嗱，再煎煎佢就得啦，嗱，煎脆少少啦，我中意窿啲嘅，就哦，嗱，咁啲萝卜糕就唔会嘥咯，嗱，咁 OK 啦，咁其实你一隻碟可以摆到12嚿嘅，咁啊，衬我先，咁样啦，系咪好啲？咁样靓啲，好香，哇，摆少少啦，呢、這个都要装饰嘅，系，我 OK， 摆两个辣椒落去，懒靓咁，简单啦，系，你请，嗱，仲有呢啲，其实咧可以摊冻佢入樽。俾啲小朋友翻工啊、翻学都 OK 噶。這个罗汉果煲佢系甜噶，你唔好以为啲味道好难饮，好好饮嘅鸡骨草。但系咧，记住，同系煲呢啲凉水咧，唔好日日都煲，都系同一类嘢咧。有时要煲下菊花啊，有时煲下鱼腥草啊，有时煲下龙利叶啊，有时煲下苹果啊嗰啲，咁样去煲嘅凉水，唔系话一成日，哦，好饮，成日煲又唔啱嘅。